会过来插眼或排查草丛的。是。路由滑上来直接灌一套，反手 Wink 给了一个大技能，但不能点哦。这边星流顶进去，逼出林伟翔的一个闪现，舔红 Q 技能闪现 A。哇，星流这一套是直接把林伟翔给带走了，而且自己的血量锁住，还有后石表皮没用。哇，这波祥子哥出事了，这波滑上去主要是吃了一个无尽失手，是的，然后被星流100%命中的一个深渊前行起飞，而且主要也是刚刚他们是打了一波先手去换血嘛，那边一套技能已经用过了，这个时候看了一眼没有详细的这个时间，看一下上路这波能不能抓到位置，没办法，有破空斩啦，拼了呀，这一定是抓到了我刚刚收到的这个资讯。哎，在这里可以的先行蹲点，偷了一套月开，家里还是有点肉的。不过这个位置这个时间点剑姬也是没有大招，两边下路双组同时往这边赶，就下路兵线重置了。对，镜头回来，月开被打，选择要反手进来。塞纳是远程给了一个大招，想要先秒克利的，克利的剩下一丝血。月开利用自己的大招也是规避了对方可能集火。好嘛，直接 W 嘲讽到两个人。而且千珏打出来的爆发，在这个时候会比你很高啊，除非你叫通关天灵。寻这里还可以跳上去，小老虎过来打了一套，但也留不住 IG 的人，容易被先手到嘛。寻过来放先锋，但这里被 Cleed 跟 Care 夹击，但是有加里奥的一个大招，自己手上还有一个大招，一丝血开反而是 Care 站在杨林身起外先被带走。Cleed 这里赶紧往后撤退，行的一个水泡没有命中一个一技能，超起行，但是月开这里看到队友跟不上，那么有一个反手的大招，自己也是拉开。中路我有交闪，想直接杀，知道你没闪，永霜定住，逼了一块表，把杜朗护盾的嘲讽给规避掉了，但伤害感觉可以灌死。但防御塔现在是真的痛，这个加了一下的熏，血量很低，只不过是没有杨林升息的。赶到的小老虎配合了克利的，可以拿下来。主要现在的防御塔，就他第二下就真的疼的让你受不了，就像以前的第三下，现在真越不了塔，这塔谁越谁知道？对，因为应该是就是打了一下熏，嗯，打了一下，哦，这是第三下越开，抱歉，这是第三下，这第三下是越开那个血，第四下的熏，这个血量已经是见底了，撑不住呀。加了满以后，这个伤害真的是太痛了。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打这个峡谷先锋，现在先锋可以争夺。那没想到直接大招留人，这个因为中期放不大技能跟你打的，所以想动紫卡斯塔瓦洛特技能，然后架起来反晕眩到了克利的，克利的原地倒下，这边剑姬的飞天线打了出来，原地有三个缺，杨林升级配上加里奥的一个英雄登场，这里嘲讽出了 care， 乌鸦是直接被卖掉了。下一波可能会稍微去尝试摸一下上路的外塔吧，看一下这波。就确实是觉得他一个人在下面，第一时间伤害都不太跟得上。然后加上这个位置，千珏直接向前开了一个大招，直接把方格拉斯阵型分成一边两个。对，刚刚血条是三，现在看起来 IG 并没有对这个二千魔有特别大的一个食欲。哎 ，Q 到了这一波，我熏自己没有大招，必须招闪。怎么刚 IG 应该是想进对面下半部野区做视野来掩护紫卡的下路带， IG 现在主要想要的是要把三座外塔给搬回来，现在还落后一座，下路是直接选择消耗，因为兵线要进来，但是 Cleed 也很有意识，知道对面对下路的一个进攻，但是来了非常多人啊，一个爆裂球弹过来， Wink 跟星流兄弟被黏住了， Cleed 可以这个位置能走吗？交了闪现被打出一套三环，暗影燎原狙下去，现在一丝血，红尘会烫死吗？没有烫死。来下路这里小老虎怎么办？来支援的队友已经被卡断了，两个人全倒，那大龙可能就危险了。大美给了一口小奶，是因为塞纳大完之后真的一滴血，他这个判断也很果断，闪现过来给了个 W， 真悬啊这血量。但这个时候下路的小老虎应该在一开始被剑姬直接这样子挂大招的时候他就知道，可能小林伟翔这波也很敢打，直接划不到脸上，那毕竟知道紫卡斯跟四个队友距离稍微比较远，这个位置星流要交闪才能吞到，加里奥选择直接闪现嘲讽过去，配到暗影燎原，好被秒掉了。哇，而且这边的小老虎过来的位置也太危险，这波紫卡直接交闪过去挂无双挑战，因为讲这个位置被打出两个破绽以后还在拉扯，但扯不出来，最后是紫卡在原地打出了一个 IG 的图标，还是要来啊，方 plus 的直即使知道正面很难，根本进不去，被加里奥永霜牢牢控死，群轻松拿下人头。Care 进来虽然打出了不错的输出，但是 Wink 身上是残血，是站在了杨林身息里面，这边想要先把大龙给秒掉，大龙已经秒掉了。Care 扛在大龙坑面前，但熏的伤害很高，熏的伤害赢过四个人，最后是两个没有。
凯俊中也掉了大龙 buff， 但剩下的人哦，塔姆也没有。然后信柳也是直接被 VR 进场的时候给带走，这边进步到林伟强直接消耗一套。看林伟强两个发育型的英雄都成长得非常的好，哎，小老虎闪现过来，信柳直接闪现过来帮忙扛，岳凯反手一个E，他给了加里奥那个勇气，主要加里奥前面中路那波杀 care 的时候觉得防御塔确实有点痛。正面大刀过去，但根本没办法打先手呀。双 buff 可能想抓一下上路带线的紫卡。哦，这一炮还是有感觉的，打到了塞纳身上是半血。他这位置两个队友脱节了。林伟强闪现躲掉了一个暗影燎原，正面紫卡是直接开了一块表，这边加疗过来要留住这队友的人，但队友还没赶到。熏这里是要赶紧赶过来，熏是一个主力输出，一下开启自己的大刀顶在最前面，熏过来直接秒掉了林伟翔。自己血量虽然下得很快，但是有杨林升起在围后跳到杨林升一个边缘，把 care 的一个表给打了出来。这里塔姆吞出来，熏是身上有厚厚的盾，但是自己开了一块表交闪现，他知道了不明 AOE 被带走。乌鸦还换了一个惩戒，这波方 plus 一定要打的，打的速度不慢哦，但方 plus 同样有机会。进熏这里是没有大招了，可丽的这里应该是要准备进去抢，有闪现的，里面是有视野，闪过去1000多点的血，龙是谁的？熏保住了龙，但自己也倒下了，拿到了人头以后捡起了熏，但自己直接被控制以后带走，留下来被杜朗夫顿再嘲讽一个小老虎，杰斯也是被岳凯拿下一个 double kill， 游戏结束。直接劈过来加里奥，这么高伤害，刚刚应该有半条血的祥子哥，是的，直接融化了，融化了。就加里奥这个英雄，我们虽然会一般说他不算我们说的这种高输出英雄，但这个是取决于他的伤害不容易。Thank you.